Hello， 进来的朋友先帮我 share 我的直播，等一下啊。Hello， 进来的朋友先帮我 share 我的直播。Hello， 陆刚凤。Hello， 第一次进来看我直播的朋友。Hello， 哎，等下。Hello， 今天又是我啦。为什么我今天会开直播呢？今天是有一些好康可以分享给大家。所以大家要麻烦帮我 share 我的直播，等人数到了一个10个人、15个人过后，我就会开始我的直播了。Hello， 黄素 ，Hello， 第一次来我直播的朋友哦。Hello， 大家吃饱了没有 ？Hello， 大家，等我一下啊，大家等我一下，给我一个一分钟，给我一个一分钟。大家给我一个一分钟。Hello， 哎，为什么我看不到 ？Hello， 进来的朋友先帮我 share 我的直播，大家不要默默看我直播好不好？跟我这个主播互动互动一下，好不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有没有买到一些很好的讲，因为最近12/12嘛，然后大家有没有在找一些东西要买？12/12非常，每次都是年尾最多 sales 的时候啊，大家年尾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想要买，有什么东西想要 ？Hello， 进来的朋友先帮我 share 哦。哎，大家年尾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呀、啊？好买 ？Hello， 郭秀莹 ，Hello， 进来的朋友可以跟我 say 一个 hi 吗？不知道大家年尾的时候会想要买什么东西？就是好像有一些家具啊，或者是厨房用品啊，都是会比较便宜的哈、哦，是不是？因为都是年尾啊嘛，所以就是很多年尾的东西啊，大家都会。一直做 discount 啊，然后做 year end sales 这样子啊，就是很便宜的那一种。Hello， Putra， Hello， 就是很便宜。每次我好像去 supermarket 那些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啦，我都是年尾才买的嘞。就是如果真的是要买那些，好像有些好像车啊，也是年尾的时候才是有很多的 promotion 这样子的嘛。然后还有一些家具啊，也是。Hello， 伊哈利 ，Hello。就是年尾啦，就是比较多 promotion 这样子。不知道我最近入手啊一个非常好用的body lotion 啊，我是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好用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一个 body lotion 这样子的习惯呢？所以我自己本身啊是用了这一款的 body lotion 是非常非常多年了，就是 Nivea 的这一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 body lotion 的习惯啊，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平时都在用的一些好物。Hello， 用松错 ，Hello， 就是我自己平时会用的啊，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讲就是擦了 lotion 就是黏黏啊，就是
种狗狗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又黏，然后又不好用的那一种，就是好像你擦了哈，它的 lotion 是不会直接吸收进你的皮肤的那一种。大家有 try 过这样子的啊？那个 lotion 嘛，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不好用嘞，我不喜欢这样子的 lotion。然后我就去一直去做很多 research， 我真的是做很多 research， 那么关于 lotion 的这个方面的，然后我去找看哪一个 lotion 是比较好用，然后比较不黏的那一种的，所以我就找到了 Nivea 这一款，我觉得我可以推荐给大家嘞，是比较平价，然后又比较好用的，真的是我用了很久，然后因为它是比较水润型的啦，可以这样子讲，水润型的，所以对我来讲是比较好用的啦。如果大家真的是很想入手一款非常平民价格的那个lotion 的话，大家可以选择这一款，因为我选的是 Intensive Moisture Body Milk， 它虽然是讲到 Body Milk 好像听起来好像很黏这样子啦，好，其实它一点都不会黏的。 Hello Shirley D， Hello， 而且它还有讲这个是48 hour， 然后 smoother skin 这样子的，就是比较给你的皮肤比较滑、啊、这样子的，所以我就是想要找那种美白啊，然后提亮滑的那种，就是要给皮肤滑滑，就是好像老公动你的皮肤也是会觉得很滑哇、哦、就会咻哎呀那一种感觉 ，OK， 就是动你的皮肤，哎，这么从这边哎飞到这边来啊，就是代表你皮肤很滑，意思啊 ，OK， 就是有这种感觉啦。然后我买的是Deep Moisture Essence 的 Deep Moisture Essence， 然后它里面是有 Vitamin E 还有 Avocado Oil， 哎，我觉得好用，这一款真的是好用，非常非常好用，真的是好用哎，大家进来看我的直播，不要默默看我直播，大家可以跟我做一个互动，还是可以跟我做一个 say hi， 不然因为其实看我的人是有的，只是你们一直在默默看我的直播，就是我一直在讲，然后你们就在看，然后这个真的是我用来这样久了，真的是很喜欢啊，所以想在我的直播间还没有开始我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想先推荐给大家，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用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我想推荐大家另外一款，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我自己遇到便秘的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哎，我甚至好像是有，不知道大家最高记录是便秘几天啊 ？OK， 我的便秘最高可以达到是一个三四天、五六天的那一种啊，不知道大家便秘是在多少天 ？Hello 灵儿 ，Hello。不知道大家最高便秘是在多少天呢？如果你进来看我的直播的话，麻烦大家帮我 share 出去哦。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 Facebook 好像 block 我这样子，你知道吗？他们就不给我 share 我的东西。哎呦，我就，哎，人家要做生意也不给，就是阻止人家做生意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就是我已经是以前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啦，可是现在我已经是解决这样子的问题了，所以我今天就想把这个好物，第二个好物分享给大家，就是刚才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物了嘛，所以就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好物。 Hello 嘉欢， Hello 陈莲， Hello 嘉欢， Hello Cindy， 哇大家哇这么多人突然一下子进来，刚才我自己默默讲了一个十分钟，然后没有人理我，然后现在就很多人进来看我直播，哎Hello， 大家如果在看我直播了，跟我互动一下好不好？跟我互动一下。刚才我讲到那里哦，我刚才讲到我的便秘的问题 ，OK， 我便秘的问题，哎，我便秘真的很严重哦，不知道大家便秘问题有没有便秘问题啦，或者是最高能便秘几天？我曾经便秘五天 ，OK， 没有上厕所，真的是没有上厕所五天，我一边冲凉一边看你。哎，这样子我还拍谁？然后我真的是五天不上厕所那一种，那么你可以想象到啊，一个便秘的人啊，五天不上厕所了是有多严重？首先我们不讲那个肚子会有多难看啊，因为便秘的时候哈、哦，你的肚子啦真的是小腹那边啊，真的是砰。这样子一粒出来的，你知道吗？哎，你穿什么衣服都很不好看啊，尤其是好像你穿那种紧身的衣服的时候啊，就是你 OK 啦，前面哇
要胸有胸，要屁股有屁股，那种紧身衣的时候啊 ，OK， 紧身衣的时候要胸有胸，要屁股有屁股，然后哎呦，那你知道人家看到你肚子，哎呦，那一粒这样子肿出来哦，有那种bottom steam的感觉，是不是？就是哇、哦，给男生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哇，怎么这个女生的身材好像肚子这样大力，也不会去做一些什么束缚腰啊，去绑那些。绑腰的那一种，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那种为了要遮你的肚子的时候，真的是会特地去买那种束缚腰的、啊、束腰带啊。写什么便秘恐怖、哦，真的是恐怖哦！人家以为我怀孕，真的，哎，会好像三个月这样子，便秘好像三个月这样子。我给大家看啊，之前我便秘的时候的那个照片很夸张哦。真很夸张，我自己都吓死了。就是，其实你可以看到哦，我的肚子哦，它是肿起来的，你知道吗？就是我的肚子是肿起来的，非常不好看。就是如果你的肚子是有这样子肿起来的话，就是代表你已经有那个便秘问题的，便秘问题算是蛮严重一下的。因为如果你是没有便秘问题、哦、你肚子没有封这样子的啦，是蛮平坦一下，你的肚子会很好看的。可是我就很辛苦啦，我就一直有这样子的问题，你知道吗？我真的是头痛了很久啊，真的是头痛了很久。我的也有几个朋友啊，便秘啊，我真的也是便秘到很改的哦，就几天，可能是也是有两三天不上厕所，真的是四五天不上厕所的那种。哇，跟你讲，那时候我跟我朋友讲起的时候啊，两个好像遇到知己这样子，知道吗？哎，你好像在比赛这样子，知道吗 ？Hello, you home B, hello， 好像在比赛这样子，知道吗？哎，你便秘几天？然后啊，喂，我便秘五天啊，哎，你便秘几天？哎，我便秘两天啊，好像在比赛这样子，知道吗？我都不知道在比什么鬼，好笑的要死，现在想都好笑啊，真的，哎。可是我不想再过这样子的生活，真的很头痛啊，很头痛。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道？如果便秘的话，我曾经去做 online research 啊，然后我就去找了一大堆关于便秘的资料啊。因为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不觉得便秘这个问题很严重啊，我不觉得，我真的是不觉得便秘很严重啊。一直到我自己看到我的肚子肿到这样大力的时候、哦、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哎，为什么我要这样去瘦下来？我绑束缚腰也瘦不下来，哈，做什么都瘦不下来。你看，给你看我之前的那个肚子，哇，真的是肿一大力，你知道吗？真的，如果你是有怀孕生过小孩，你就知道这个好像是里面有一个 baby 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好像里面有一个 baby 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是哦，很痛苦很痛苦，找了很多种方法，我自己找了各种方法，如果绑腰的绑腰啊，晕，然后一直去吃什么节食的节食啊，哇，那时候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虽然是体重是有跌，那时候我体重是有跌，可是我的肚子还是一样大力，真的，我的肚子还是一样的大力的。我真的是痛苦到一个极点了，那时候真的没有在开玩笑，真的很大力，不好看。然后我就去一直找很多种方式来瘦下来哦，不管是去绑腰啊，还是去做一些很节食啊，就是那种很极端的东西，你知道吗？就是一直在做这样子的东西吧。 Hello Coco Lee， Hello，就是在做这样子的东西吧，人家都觉得好像我是消了这样子，觉得我是消了，因为我太极端了，我什么方法我都已经是使尽全力了，你知道吗？我真的使尽全力了，我的便秘已经到一个严重的极点了，五天没有大便了，大家可以想嘛，五天没有大便，真的五天，我自己呀、啊、都已经是有一度已经是想要放弃了，你知道吗？我真的是。想要放弃很久啊，那时候因为真的太严重了，五天耶，然后你要吃泻药也不对啊，就是你知道你要吃这泻药的时候，那时候一刚开始要吃，要就是你想要吃可是又不敢吃，你知道吗？就是怕自己的身体有什么危险，你明白吗？ Hello Anne Leon， Hello 进来的朋友帮我 share 出去哦。
你的朋友帮我 share 出去，真的是真的是这样子，你知道吗？我很夸张。Hello， 诗源说 Hello。哎，我今天看到很多人第一次来看我的直播，哎，其实你们来看我的直播哦，我会记得你们的嘞，因为这边有出名字嘛，我会记得你们的名字哎。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看的话，我会跟你，我会看到你，哎，我就知道，哎，你是第一次来看的。如果你是来看我的直播很多次的话，我们已经很熟了，你知道。然后我就是会记得你啊，我记性还蛮不错的，我记人的名字，我很厉害的。Hello， 吴冠乔 ，Hello， 这个也是第一次来看我直播的朋友。今天很多第一次来看我直播的朋友，哎 ，Hello， 大家晚上好，大家吃饱了没有啊？我刚刚在分享我便秘五天的故事，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便秘五天？我自己是便秘了五天啊，之前的时候。最高纪录，我觉得我可以去做那些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样子的，在比赛这样子的。你看我之前的肚子便秘啊，就好像怀孕这样子啊嘛，人家就以为我在怀孕，你知道吗？那个肚子这样子肿一大粒的，然后找了很多种方法，就是一直找。你知道便秘哦，很辛苦的一点是在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要大便大不出，一直给掉，然后又不能大不出来哦。而且如果你是有便秘的话啦，你的大便很硬的，你知道吗？就是你的肠道是干的，然后又是硬的那种，你大便好像在生孩子这样子就对了，就是很辛苦的那种，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有便秘的话，一定是我跟你的 feeling 是一样的，完全一样。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就是真的是粪便很干，然后你的肠道很干，然后你大便很辛苦，很像在生孩子这样子，是不是？有没有？真的是很辛苦嘞，真的是很辛苦。那时候我真的是想要死掉那种，因为真的是非常不好看。如果你的肚子是有便秘的话，没有啦，你是有便秘问题的话啦，你的肚子会很不好看的。因为其实我们的肠道哦，是我们的高度啊，这个是我去 Google search 来啦，就是我们的高度啦，然后我们的肠道，等一下我再讲的是 wait， 我们的肠道是我们的高度的什么十多倍这样子的东西了，所以其实它是需要一个时间来消化我们的食物，我明白。可是真的是五天，真的是有一点太夸张了，是不是？所以呢，我就去找了各种方法，寻遍各种良医那种，就是去 Google search 很多，问了朋友很多，就是一直去找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哟。所以呢，我等一下，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是 Hello everyone， 我今天呢就是。真的是真真切切 show 给大家看，还没有接触排毒之前的我的肚子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好像肿一大粒这样子的，非常难看。如果你今天有便秘问题的话哦，真的是很难看的，你知道吗？因为你要穿什么衣服真的是都不好看，真的非常不好看。还有哦，如果哦你有便秘问题的话啦，你的皮肤的状况哦也会很差的，就是好像因为你如果大便就是我们讲的毒素嘛，是不是？如果你今天没有排出你的毒素的话啦，其实对你的皮肤来讲啊，因为它已经是毒素哦，你没有把这个毒素排出来的话哦，它就在你的体内残留哦，一直残留，残留了几天。如果你一天没有大便的话就残留一天哦，两天没有大便的话就残留两天哦。如果你十天没有大便的话就残留十天，你想看啊，我们的肠道哦是我们身高的十倍耶。如果你的肚子你的肠里面啊有十倍的那个分啊，你可以想象得到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嘛。给大家看，我还没有接触排毒之前哦，我的皮肤是这样子的，看到没有？因为我便秘很久了，所以我的皮肤有这样子的问题，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的身体的毒素太多了，所以它就导致到我的脸哦，它得爆到我的脸这边出来了，明白吗大家？所以就是一定要我在那边和大家分享哦，就是一定要
可以尝试排毒来解决你的脸的问题呢？就是有时候好像我们的脸生痘痘哦，不是因为我们的 skin care 用错了嘛？有时候不是我们的 skin care， 也不是讲我们吃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哦。因为有时候啊，就好像我们去按脸的时候啊，去做 facial 啊，还是不管去做什么的时候啊，去美容的时候啊，哈，那个美容师就会跟你讲，哎，你的 pimples 有一点多，你是在青春期还是什么啊？他就会讲，哦，叫你不要吃这样辣的东西嘛，是不是？叫你不要吃这样辣的东西，然后就讲，尽量吃温和一点点的。其实他们不会跟你讲哦，其实他们不会跟你讲，我们的皮肤也是有关系到我们的。天天在大便的这个排出毒素的这个动作了，因为如果今天你不是排没有天天排出毒素哦，真的是它的会一直这样子产生，然后爆到你的脸出来，所以你的脸哦就可以反映出来讲哦，你是不是皮肤糟糕了嘛？是因为你太久没有排出毒素啊，明白吗 ？Hello 金拉力 ，Hello， 不是因为你。或者是好像你一直起 pimples 的，不是因为你吃的方式错，不是你因为睡眠不好，可是这个也是会有一定的关系。可是如果我讲的是你每次都吃很正常，不是说三餐都是吃辣的 ，OK？ 就是你三餐正常，如果你睡眠也是正常，就是可能你十二点之前你就睡，或者是有时候一点就之前就睡，你睡满八个钟。或者睡满七个钟，这个其实不太会让你爆痘到很严重的，然后我给大家看，之前我真的是爆痘到很严重的，然后大家真的是可以看。如果大家有这样子的问题的话呢，其实有时候、哦、不是因为你皮肤出油啊，或者是你皮肤不好，或者是你身体不好，你明白吗？有时候真的是因为你太久没有排出你的毒素啊，所以才会导致哦。所以才会导致、哦、你的皮肤状况越来越差，你知道吗 ？Hello， 李思辉 ，Hello， 叶欣 ，Hello， 就是因为你太久没有排出毒素啊。进来的朋友可以帮我 share 我的直播、哦，真的就是因为你太久没有排出毒素啊，所以你的脸就会造成这样子的情况。到时候你就是一直要去做facial，可是有时候你去一直去做facial也不见得你的脸会好，所以就是因为你太久没有排出身体里面的毒素，才会导致你肚子又大脸又丑 ，OK， 真的所以我今天其实我今天分享的主题给大家的就是我现在之前正在经历的 ，OK， 我不会给大家走弯路，为什么今天大家一定要跟着我？来做这个排毒的动作，为什么？为什么我今天很强烈让大家来跟着我一起做排毒？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本身经历过，我真的是有图有证据给大家看的。Hello Lim Chao Ching，Hello， 真的是有图有证据给大家看的。我的这个是我之前便秘的时候的肚子，真的是很大很难看，就是好像有生，就是里面好像有怀孕两三个月这样子的 ，OK。然后还没有排毒的时候，我的脸真的是很不好看的 ，OK， 这个是你看，这个就是我的侧脸啊，头发一样的长度，我的头发真的是没有变刀哎，就是一样的长度 ，OK， 我的头发你看一样长度，这个就是真的是我的脸，我真的是 show 我的脸给大家，就是虽然哈，大家都有这个不想 share 的一些。过程哦，可是没有办法，我今天还是一定要 share 给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人一定要排毒，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解决我们的便秘问题？没有解决便秘问题是多么的严重，多么的严重？你想想看 ，OK？ 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没有便秘的话，没有便秘的话当然是很好，可是你还是可以通过排毒来去。改善你身体的整个 system， 你明白吗？你可以改善你的，好像有时候通过排毒啊，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啊预防 ，OK， 我讲预防三高的问题，因为如果你通过今天排毒了，好像刚才我已经讲了，如果你今天排毒的话，你会导啊，如果你今天解决你的便秘问题的话，如果你有在排毒的习惯的话其实你。
这些问题通通都不会有，就是好像有肚腩的问题啊，或者是脸生痘的问题啊，这些都是跟你的肠道有关系了的，跟你的肠道有关系了。所以其实如果你没有在做便秘，没有在做排毒这个动作的话啦，其实你的致癌率是很高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的毒素都一直长久停在你的肠道那边，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带出来这个讯息，就是跟大家讲，大家一定要有排毒的习惯，大家一定要有排毒的习惯。如果大家没有排毒的习惯呢，那么真的是很糟糕，你的身体就是一直会跟你 alarm 讲，哎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你是时候要排毒啦。就是他会跟你讲，哦，可能有些人的脸上会起痘啊，或者有些人的肚子真的是肚腩真的很大力啊，真的是会的，真的是会的。所以我今天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有在平时有在用的啊 ，OK， 所以真的是给大家看。而且我自从我做了这个排毒哦，然后我也有 share 给我几个朋友了，然后他们都是用到很不错一下嘞，都是用到很不错一下。这个是他之前还没有接触过排毒的，这个是没有哦，你看啊，刚才我说给你看我的对比图，还有他的对比图哦。其实这个是 before， 我们两个都有一个 ，hello， excuse me， 都有一个共同点的，就是我们的肚子都很大力的，看到没有？我们的肚子都很大力。刚才我给你看我的对比图，还有他的对比图，我们两个人的 before 都是有一个共同点的，就是我们的肚子很大力的，很难看的，就是你要穿什么紧身衣啊，都非常不好看的，是不是？OK， 那么这个就是我自己本身哦，接触过了这个排毒过后，我的皮肤的情况，或者是我的身体的情况，我都可以分享给大家。这个是刚才的 ，OK， 大家记得这个是刚才的，看到没有？这个是 before， 就是我肚子有这样子肿一粒起来了，很夸张嘞，心底血哦，真的是很夸张，我的皮肤状况真的是很夸张了，以前没有在开玩笑。Hello， try the me drop， Hello。然后这个是 after 我接触了这个产品过后，然后我的肚子，你看算是它的 shape 都出来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看之前它整个这样肿了，好像怀孕两三个月这样，可是现在哈，我的肚子已经是消去了嘞。然后还有这个我的脸呢。我就不用说给大家看了，因为哈，我自己现在本身我的脸就是非常好啊，你看，不用再拿什么对比图，我自己就是最好的对比图啊，你看这个是之前的我，这个是之前的我 ，OK， 你看我现在的，这个是之前，这个是现在的，差很多，你知道吗？差很多，你看这个是之前，现在我直接拿我现在的脸来跟之前的我做对比图，就直接是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非常明显的效果，直接给大家看 ，OK，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你知道吗？因为我接触了很多排毒了，我接触了很多排毒，就是那种一直要跑去找厕所的那种捞塞啦，哈，我 try 过，然后都是不好啦，不好的经验啦。不要去找这样子的东西，因为真的是你要找厕所哦，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知道吗？有时候不只是找厕所难，知道吗？就是连你的肠道哦都不健康，你知道吗？如果你今天一直在喝那一种，一直让你肚子痛哦，有泻药的哦，真的是不好。Hello， Kotai Him， 如果还是如果你今天是比较年长的朋友哦，你想要解决。预防这个三高的问题的话呢，其实你也可以通过排毒来达到你这个解决你的东西的 ，OK？ 解决你的这个三高问题，或者是预防你的三高问题，这样子其实都 OK 的，其实都 OK 的，因为我们真的是有案例讲，他通过排毒，他可以比较降低一点点他的三高，可是这个因人而异，这个因人而异，不是说每一个人通过排毒都可以降低三高 ，but。排毒确实是可以帮一个人来达到更健康的身体，我可以这样子讲，确实，因为排毒，只要你
只要你是跟着我的步骤做，所以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讲，今天如果你真的是跟着我的步骤做，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想要买排毒的，那么你一定要选择来跟我买。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亲身喝过的，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而且这个排毒我喝了两年，我喝了两年哦，我真的是天天都在喝的那种。 OK， 我真的是喝了两年，所以如果今天我喝了不长久了，比如说好像我今天才喝一天两天三天四天的排毒的话呢，我是不会介绍给大家的。那么我今天介绍给大家的，真的是我刚才都已经说过给大家看了，我自己的对比图真的是很够力的。所以这个是我不是说你一天可以达成我的这样子啦 OK 来排毒，可是我确实是通过很长的时间，可能一盒两盒三盒四盒这样子，我就是一直长期在做的一个习惯 OK， 我把它来做一个习惯这样子 OK， 我已经把它当成是一个习惯了，我的人生的一个习惯了。所以我有做这个排毒的这个动作呢，就是其实会是比较好的，我比较好的，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我的皮肤也是完全的改善到完了，所以其实也是蛮好一下啦 OK。 For 如果你真的是曾经有跟我一样问题的朋友，那么你其实可以不妨来选择一定要来找我 OK， 一定要来找我，因为我跟你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所以只有我 OK， 只有我会懂得让你怎样调配，为你量身定造 OK， 我为你量身定造一些我真的是属于我自己可以帮助到你的一些方法，肯定可以帮助到你，然后产品是非常有效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其实在我的脸上其实非常是有效的 OK， 因为通过排毒，所以我把我的毒素清除掉了，我身体不能讲现在是没有毒素，可是我还是会坚持做这个动作，就是排毒这个动作 OK， 所以我 make sure 我的身体是一直以来都是健康的 OK， 打输一点 OK。 我自从我一直在排毒过后啦，我有做这个动作过后啦，其实我很少生病，因为我没有便秘这个问题了，所以其实打输 我真的是很少生病 OK， 我真的是很少生病。其实如果你真的是要健康的身体的话，你一定要从排毒先做起。如果你真的是一直经常生病的话哦，那么你可以从排毒做起，这样真的，因为排毒可以让我们的一个人的身体变得更健康了。如果你今天父母亲有三高的问题，那么你也可以给他试我们的产品，因为如果三高的话哦，因为平时我们有在喝排毒的话，其实也可以让身体更健康了。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亲啊，今天有在吃三高的药的话啦，不妨可以给他试一试我们的这个排毒，因为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安全，非常有效，非常健康 OK。 那么我今天就是还有一个对比图，这个也是我的客人的，之前我就教我的客人要怎样去来用我们的产品 OK， 来用我们的产品。这个是之前的，你可以看到其实它是产后三个孩子的妈妈，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对比图是非常非常的夸张了。这个是它的 before 这个是它 before， this is her before， everyone can see 它的 before OK， 它的 before 是非常非常夸张的。这个是生了三个孩子的妈妈。 Hello 雷双丹， Hello Marble Hang， Hello， 大家好，进来的朋友可以先帮我 share 我的直播。你看，哎，这个对比图超级夸张，所以我今天大家都知道我要介绍大家给大家的好料是什么 OK， 真的是很夸张。你看到没有？这个是生了三个孩子的妈妈，她的对比图，她的，你看到她的皮肤啊，她的皱褶啊，都已经是垂到完了，你知道吗 ？Hello， 感觉会 Hello， 进来的朋友先帮我分享我的直播 OK， 今天有非常好料的东西要介绍给大家。就是你可以看到她其实已经是这个是生了三个孩子的 OK， 生了三个孩子的妈妈 OK， 然后这个她通过我们的产品过后哦，就是她变成这样子嘞，大家可以看到吗 ？Hello， 曲美丽 ，Hello， 就是你可以看到哦，这个是她的 before， 这个是她的 after， 她的肚子完全是从 XL 变 M 还是 S 这样子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夸张了。OK， 这个是我的一个客户来的，他的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夸张，已经是到哇哦这一种境界啊，非常的夸张。
所以呢，所以我今天通过这个直播呢，我就是要给大家知道，要给大家知道今天我的这个产品是多么多么的有效，多么多么好喝，多么多么的非常的健康 ，OK。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有面对便秘的问题非常严重的话，大家一定要来，大家一定要来找我，大家一定要来找我 ，OK。如果你今天有面对便秘的问题的话，大家一定来找我 ，OK， 千万一定要来找我。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产品非常有效。第一，它可以解决你的肚腩的问题；第二，它通过排毒可以帮助你解决你的脸部的问题。如果你今天有爆痘的情况，可能是你的身体的那些荷尔蒙不协调，它可以帮你协调的完，就是它帮你好像在清洗你的身体的那种，就是排除毒素这样子，你明白吗？所以如果你今天有在喝排毒的话，你觉得那个排毒不好喝的话，你一定来找我吧，你一定要来找我嘛，因为我们排毒真的是非常好喝，它是 orange 味道的，它是 orange 味道。如果今天你喝的排毒还是需要漏塞的话，不要再喝那个排毒了，因为它可能会有泻药成分。那么我可以保证你的呢，是我们的产品是完全全天然的，全天然的粉，全天然的成分，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产品这个盒子上面了 ，OK， 它是有我们的各大认证的，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放心，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因为好像有些人觉得哦，好像我不知道怕喝了你的产品啊，会不会肚子痛啊，会不会一直要跑厕所啊，然后一直会没有认证啊，不安全啊，这样子是不是？你如果对于你们的话，是不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可是我现在可以在直播间跟你们讲，其实是不用这样担心这个问题 ，OK， 我这边的这个产品呢是全部都认真的有了，认真全部都有了 ，OK， 认真全部都有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完全的放心。然后它这个排毒呢是非常非常好喝，然后我们一盒呢，一盒里面是有二十包，它是一包一包这样子的 ，OK， 然后它是泡水喝的，泡水喝非常方便。而且呢，如果你今天看我的直播间下单的话呢，还是有好康送给你们的。就是如果你买三盒的话呢，我们有 discount， 买两盒，买三盒，买六盒，全部都有 discount。OK， 不管你买两盒、三盒、六盒，我们都会有 discount， 因为这个是 limited 的东西 ，limited 的东西先买先到。OK， 如果你现在买的话，现在得到。OK， 这个直播间有不了。OK。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打上你们的问题。它这个排毒是泡水喝的，而且它非常非常的安全，非常非常的方便。它是粉状的，大家不需要担心它的成分，因为刚才我已经给大家看了，它是有非常安全的一些认证的。OK， 好像马来西亚有什么的 KKI 认证啊，那些各大产品认证它都有，所以其实大家是可以完全放心来购买的。而且我现在给大家看，这个是之前 ，OK， 这个是之前，非常非常的夸张 ，OK， 这个是他接触了产品过后，他是这样子的，肚子已经是消了的，所以而且这个不是说短期时间内可以达到，至少给自己一点时间，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因为他需要啊、有一点时间来操作 ，OK， 所以至少给自己的身体大概。一盒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了 ，OK， 一盒的时间，给产品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OK， 所以其实我可以保证你的是什么，一盒到两盒啦，里面啦，你的吸收力好的话，一定是有效果，完全也是有效果，所以只要大家带走，我可以给大家一些我自己的秘方，怎样是解决便秘，怎样解决你的肚腩，解决你的脸部的痘痘的问题。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这个产品更多的话，你们一定要来找我，你们一定要来跟我买 ，OK？ 而且我今天还是会有 promotion 给大家的，而且这个 promotion 呢，我不知道到几时，因为卖完就没有了，卖完真的就没有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快 ，OK？ 大家一定要快。所以如果大家要的话，你们一定要来找我。而且如果你们在直播间下单还是在今天下单的话呢，我还会附送一个水壶给大家，非常好非常好看的水壶给大家，就是一个小小的水哥这样子，非常好看 OK。 如果大家今天要解决便秘问题，要解决毒素的问题，要解决脸部痘痘肌的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尝试排毒，
一定要尝试排毒，我绝对不会骗大家，绝对不会骗大家，因为我自己本身亲身经验，今天亲身经历过，而且我今天已经是差不多好像接触这个产品差不多两年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产品，所以想在这边推荐给大家。那么我的直播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希望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可以 PM 我的 Facebook page， OK？ PM 我的 Facebook page， 或者大家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话啦，你们其实可以 scroll 我的这个page， 这个是我的 Facebook page 吗？如果大家有任何不明白的话啦，大家可以来 scroll 我的 Facebook page， 一直 scroll 下去，因为我都会在这个 page 里面，我都会收大家我们的产品的一些知识性的东西，所以如果大家要想要更了解我的话， PM 我，我会给大家一些技巧，怎样去瘦下来，或者是怎样去解决你的便秘的问题，好不好？就是这样子。好了，我的直播今天就是差不多到这边了 ，OK。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一定要 PM 我 ，OK。就这样子，谢谢陪我直播的大家，就这样子，谢谢你们，拜拜。